啊。这个送给128大哥。欢迎我们太原西哥光临直播间，欢迎飞哥。给哈静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等哈静来的时候，笑送给他，好不好？这是笑的新式抱枕。我问问。128大哥喜欢这个颜色还是这个颜色？你选一个。谢谢我们家128大哥的开播飞机。你送给哈静是送这个还是送这个？他估计要高兴坏了，我跟你说，他估计要开心坏了。你选一个颜色。像这个抱枕比以前那个质量要好一些。但是那个的话它就是比较卡哇伊，这个的话就偏于稳重一些。两个都要吗？可以的，只要我们家128大哥一句话。每次都送给哈静，哈静都高兴坏了。小孩才做选择题，肯定两个都要是吗？哪个都好，行，我回头问我哈静吧，128大哥。估计今天哈静来了得高兴坏了。哎呀，又蹭了我们128大哥一个抱枕。哎呀，哈静家里的好多东西都是128大哥送的。好，下一步这棋拱个卒，对方一拱，我方摆句赤马。哇，谢谢我128大哥的99吉祥大万卡。那这样的话，我方把对方的马打掉，为下一步。